人笑我没念书，我笑大人看不穿，年轻人流星雨真难。喝了一辈子咖啡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咖啡货。今天有一个胶软的案子过来，我说胶软是什么东西？我只听过冻软，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哎，你们可以小声一点吗？你知道你妈还在睡觉，然后她就这样，吼。很遮哎，我说他怎样很遮？是你们很不好意思吗？水粉有什么好讲的？水粉，你知道水粉吗 ？NG 追粉呐，这是一种化妆品。是，金马德典东森超市圣诞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